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走进空中课堂。我是北京市第五中学分校附属方家胡同小学的吕慧凤老师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进入第七单元的学习。期待在这一单元里，同学们会有不一样的收获。那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。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93页，我们先来看看单元导读页。足下万里，一步换景，寰宇分成万花筒。单元导读的这句话想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行走了千万里路，放眼整个世界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有的标志，一挪动脚步，景色就随之而变，整个世界真的是异彩纷呈。本单元以世界各地为主题，带我们去欣赏异国风情。本单元为我们提出了哪些学习要求呢？我们接着看。在阅读中，我们要体会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的表达效果，要搜集资料，介绍一个地方。对于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，同学们熟悉吗？对，在上学期的学习中，我们初步体会过景物的静态美和动态美。今天，我们要在初步体会的基础上继续学习。我们再来看看第七单元的几篇课文。我们将跟随作者走进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水城威尼斯，去领略那里独特的城市风光。我们将走进荷兰，去观赏美丽安闲的牧场之国。我们还会走进埃及金字塔，去欣赏那里古老文明的遗迹。你看，本单元的课文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幅动人的画卷，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，相信一定能激发你阅读的兴趣。这节课，我们先来学习第一篇课文。请看课题，威尼斯的小艇。你对威尼斯，对威尼斯的小艇有了解吗？作为高年级的同学，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预习能力。课前，同学们预习了课文，相信你们一定查找了相关的资料。那我们先来交流一下。看，这位同学搜集了作家的资料，我们来读一读。马克吐温，美国著名作家、演说家，世界著名短篇小说大师。从风格上看，幽默和讽刺是他的写作特点。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《百万英镑》、长篇小说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等。你看，这位同学了解到作者马克吐温是美国著名作家、演说家、世界著名短篇小说大师，了解了他擅长用幽默和讽刺的方式来表达，还知道了他的代表作品有哪些。同学们，我们想要了解一位作家，就可以从作者简介、写作风格及代表作品这几个方面来搜集和查找资料。让我们再来分享一位同学课前查找的资料。这位同学对威尼斯这座水上城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大家听听他的介绍。威尼斯位于意大利东北部，由118个岛屿组成，117条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，
构成了城市的大街小巷。400多座桥梁把城市的各个部分连在一起，享有水城、水上都市、百岛城等美誉。听了这位同学收集的资料，请大家联系自己的生活想一想，威尼斯有什么与众不同呢？对了，我们城市的街道是马路，而威尼斯全是河道，大小河道就是威尼斯的大街小巷。这座城市多有特点啊！以后我们在介绍一个地方时，可以把收集的资料和自己的体会结合起来，也可以像刚才这位同学一样，从地理位置、环境特点、城市美誉这三个方面收集整理资料，这样就非常清楚了。好了，我们再看看第三位同学收集的有关小艇的资料，请你读读。小艇是威尼斯最具传统特色的交通工具，船身纤巧，首尾尖翘，船底扁平，十分适合在狭窄的水道中行驶，又被称作贡多拉。读了资料，有的同学知道了，原来小艇就是威尼斯的标志。小艇的外形非常有特点，能在狭窄的水道中穿行。这段资料让我们了解了小艇的特点以及别称。我们看，以上三位同学分别从作家、威尼斯和威尼斯的小艇这几个方面有目的地查找了资料。在搜集资料时，注意从不同角度进行筛选和整理。阅读资料的同学呢，能够从中提取信息，注意做到归纳和概括，这样就更加准确和全面地了解了资料内容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理解课文。分享完资料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同学们对课文中生字词的预习情况。这是本课的生词，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些词语，注意把生字的读音读准确。威尼斯，船梢，翘起，保姆，祷告，华校。大家预习时发现了吗？华校的华是个多音字，它有两个读音。读二声华时，表示人多声杂，可以组词华校。还有一个读音，读一声花，形容水流等声音。让我们把这个词语送回句子中，再来读一读。远处传来一片华笑和告别的声音。我们再来看操纵自如这个词语。预习时你用到工具书了吗？这个词语就可以借助工具书来了解它的意思。这个词语在词典中的解释是掌握、运用或驾驭，得心应手，毫无阻碍。我们还可以联系文中内容理解它的意思。行船速度极快时，拥挤时，遇到极窄的地方时，船夫驾驶小艇都能熟练灵活，得心应手，这就叫操纵自如。同学们借助工具书，联系上下文，结合具体语境，理解了词语的意思，再读就会不一样了。
我们一起试一试。船夫的驾驶技术特别好，行船的速度极快，来往船只很多，他操纵自如，毫不手忙脚乱。不管怎么拥挤，他总能左拐右拐地挤过去。遇到极窄的地方，他总能平稳地穿过，而且速度非常快，还能急转弯。两边的建筑飞一般的倒退，我们的眼睛忙极了，不知看哪一处好。读准了字音，理解了词语的意思，我们再来看一看本课要求会写的15个生字。你有什么提醒大家注意的？相信同学们会有很多记忆这些生字的好方法。要想把一个字写得规范、准确，笔画笔顺要正确。比如“挺”这个字，我们一起来看“挺”字的笔顺。写完“周”字旁，先写撇横竖横，再写箭之旁。写字时，除了笔画笔顺要写正确，还要关注字的结构，如“翘”是半包围结构的字，在书写时，底下的竖弯钩的“弯”要写长。同学们可以根据这些提示，在生字本上写一写，争取写得端正、美观。同学们，这样充分的预习，就为我们本课的学习做好了准备。那我们把这些字词都送回课文中，自己读读课文，边读边思考，课文围绕小艇写了哪几方面内容？我们也可以按着学习要求进行学习。要想解决这个问题，需要我们先了解每个自然段都写了什么。让我们来梳理一下课文一至六自然段的内容。第一自然段写了小艇是威尼斯主要的交通工具。第二自然段写了小艇独特的外形。第三自然段写我们坐上小艇游览水城的情趣。第四自然段是围绕第一句话，船夫的驾驶技术特别好来写的。第五自然段写白天，人们乘坐小艇去做事。第六自然段写夜晚，人们乘坐小艇离开。看，就像这位同学一样，运用学过的归纳方法，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出每个自然段的主要内容，我们就可以有新的发现了。比如，课文五六两个自然段，分别写白天、夜晚，人们乘坐小艇去做什么。这说明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小艇，可以概括为白天到夜晚，小艇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。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想法？这样整理之后，我们发现课文是从以下几方面来写的。课文第一自然段先写小艇是威尼斯主要的交通工具，它在文中起到统领全文的作用。然后从小艇独特的外形，我们坐上小艇游览水城的情趣，船夫的驾驶技术特别好，以及小艇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，这些方面来写的。全文条理清楚，层层深入。我们了解了课文各部分的内在联系，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说清了每部分的主要意思。这样，
我们就梳理清楚了文章的脉络。那威尼斯和小艇有怎样的联系？请同学们默读课文，从文中找到相关段落来读一读。很多同学找到了第一自然段，我们来读一读。威尼斯是世界闻名的水上城市，河道纵横交错，小艇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，等于大街上的汽车。从这个自然段中，你知道威尼斯和小艇有怎样的联系呢？有的同学关注了这段话中等于这个词语。从等于这个词语中，你感受到了吗？小艇就相当于我们城市里的汽车。威尼斯的河道就像我们的街道。我们出行坐汽车，而威尼斯人出行要乘坐小艇。小艇成了威尼斯主要的交通工具。瞧，抓住等于这个词，将小艇与普通城市大街上的汽车作比，我们就体会出了小艇的重要性。那我们再来读读第一自然段。威尼斯是世界闻名的水上城市，河道纵横交错，小艇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，等于大街上的汽车。小艇是威尼斯主要的交通工具，那威尼斯的小艇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找到了吗？对，课文第二自然段写到了它的外形。我们来读读第二自然段。威尼斯的小艇有二三十英尺长，又窄又深，有点像独木舟。船头和船梢向上翘起，像挂在天边的新月。行动轻快灵活，仿佛田沟里的水蛇。读过之后，你能圈出直接描写小艇特点的语句吗？你圈出了哪些语句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有二三十英尺长，又窄又深，船头和船梢向上翘起，行动轻快灵活。文中二三十英尺长直接写出小艇的长度，结合书下注释，我们可以计算出小艇至少有八九米长。八九米长的小艇，又窄又深，还两头翘起，外形真是独特啊。我们还可以从哪些地方感受到小艇的独特呢？有的同学已经发现了，作者用独木舟、挂在天边的新月、田沟里的水蛇这些语句来比喻小艇，真是生动形象。因为这些事物我们很熟悉，可以去想象小艇的样子。就像同学们所说的，文中就是用这样的语言来生动写出小艇的外形。用独木舟写出小艇长、窄、深的特点。用新月写出小艇两头翘起的特点。用水蛇写出小艇行动轻快、灵活的特点。这么独特的小艇到底什么样？让我们一起来想象。它是又长又窄又深的，船头和船梢是向上翘起的，行动起来轻快灵活。相信
你的脑海中一定浮现出小艇的样子了。那我们再来一起看一看，怎么样？和你的想象一样吗？确实够独特吧？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一自然段，好好来体会体会语言表达的特点吧。威尼斯的小艇有20-30英尺长，又窄又深，有点像独木舟。船头和船梢向上翘起，像挂在天边的新月。行动轻快灵活，仿佛田沟里的水蛇。看着外形独特的小艇，读到像挂在天边的新月，仿佛田沟里的水蛇这样的语句时，你眼前浮现出怎样的画面呢？有的同学说，读到像挂在天边的新月，让我想到小艇静止时的样子，船头和船梢向上翘起，像天边弯弯的新月。有的同学说，读到仿佛田沟里的水蛇，能想象到小艇行动起来的样子，它仿佛水蛇一般。穿梭在威尼斯纵横交错的河道间，这两位同学能结合文字去想象，把文中的语言读成了生动的画面。那我们一起来想象，小艇静静地停泊在那里，像挂在天边的新月。这时的小艇有一种静态的美，请你来读一读。威尼斯的小艇有20-30英尺长，又窄又深，有点像独木舟。船头和船梢向上翘起，像挂在天边的新月。我们继续想象，看。小艇动起来了，它轻快灵活地穿梭在威尼斯大小河道间。这时的小艇又有一种动态的美，请你试着读一读：行动轻快灵活，仿佛田沟里的水蛇。课文用我们熟悉的事物和小艇作比，寥寥几笔。一幅生动的小艇图就出现在我们眼前。可见，小艇独特的外形使它适应了威尼斯的环境，成为了主要的交通工具。小艇如此独特，坐在船舱里又是什么感受呢？我们快来读读第三自然段。我们坐在船舱里，皮垫子软软的，像沙发一般。小艇穿过一座座形式不同的石桥，我们打开窗帘，望望耸立在两岸的古建筑，跟来往的船只打招呼，有说不完的情趣。同学们一定会说，皮垫子软软的，像沙发，让人感觉十分舒适。能打开窗帘，观赏河道上形式不同的石桥和岸边的古建筑，多有意思呀！真是有说不完的情趣。是啊，读着这样的文字，我们仿佛真的身临其境一般。那现在就让我们坐上小艇，去感受一番吧。我们坐在船舱里。看到一座座形式不同的石桥，欣赏着耸立在两岸的古建筑，领略着威尼斯独特的风情，真是别有一番情趣。那让我们读出这份舒适、惬意、愉快的感觉吧。
我们坐在船舱里，皮垫子软软的，像沙发一般。小艇穿过一座座形式不同的石桥。我们打开窗帘，望望耸立在两岸的古建筑，跟来往的船只打招呼，有说不完的情趣。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，在学习课文二三自然段时，我们抓住文中的关键语句，品味语言，感受小艇外形的独特，边读边想象画面，体会小艇的动静之美。这样的描写，同学们熟悉吗？一起回忆一下。我们在上学期《鸟的天堂》一课中就初步体会过这样的描写。我们一起看。在描写榕树大、绿、茂盛时，用的就是静态描写。而这篇课文在描写小艇外形时，把静态描写与动态描写相结合，让我们感受到威尼斯小艇的动静之美。那文中还有哪些这样的描写呢？这些描写又会让我们感受到威尼斯怎样的魅力呢？下节课我们会继续学习。这是本课的作业。老师想提醒大家，在抄写生词时，除了要记住字形外，还要把字写得端正、规范。请大家再好好读读课文和课后的阅读链接，为下节课的学习做好准备。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，同学们，再见。